二泉映月呢是一首家喻户晓的二胡作品。今晚呢我们为大家演奏的是彭修文先生的二胡与乐队的一个版本。那二胡独奏张图强。张图强旅澳二胡演奏家。1978年至1982年师从张怀德老师。现在呢他与海内外各大的交响乐团合作。活跃在国际的舞台上，为中国音乐传向世界做出了杰出的贡献。接下来，请大家欣赏《二泉映月》。